欧谢，欧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，我是舅乙。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酷的球鞋市集啊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届了。嗯，是想问问舅乙说，就是我们办了第三届，就你对于球鞋市集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潮人很多，而且其实厉害的鞋款也很多。那你自己看了会不会也很心动，想要入手之类的？有啊，我刚刚已经去逛了一圈了，好几双我已经觉得很想入手了。等一下就要去领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等一下直接转账。那想问你之前有对于球鞋市集有什么印象吗？我之前对球鞋市集的印象就是只有卖球鞋，可是我刚逛了一下，其实东西蛮多的，就是很多元，对，蛮多元的。之前对于球鞋市集就想说，真的会来这边买鞋吗？真的会比较便宜吗？今天就是要来访问这些买鞋的民众，他们为什么会来这边买鞋？接下来我们走吧， okay, 走 ，Go！ 访问到一位打扮非常潮的帅哥，想问你，这是第一次参加球鞋市集吗？对，我第一次来就是这样的。我朋友他想要来逛，你就陪他来。对，對我陪他来，然后他没有买，就我你就买了。对，你朋友太没义气了。因为我第一次来，所以我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想。进去之后，其实我发现说，其实卖蛮多好看的鞋。对，那时候挑的时候就其实有蛮多想选择。对，就想超久。帮你开个箱。好。买 Nike 的 Air Force 哦，哎，这个配色很适合你今天的打扮哎、欸，真的，你是不是打算？真的要故意挑好了，等一下就要直接换了是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打扮就是可能为了他来的，对，有已经有想好说今天会买，原来跟我们的友好店家 Naomi Shoes 买的，大家也可以逛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去逛一下。那你之后还会想要来？之后。会想来，因为太缺鞋，太缺鞋。Nice。接下来我们又访问到感觉刚 shopping 完一轮走出来的，对啊，两位帅哥，想问你们说，你们是第一次来球鞋市集吗？第二次，我是第一次，你是第一次，跟想象的。跟影片上不一样，里面人真的很多，鞋子很多哎，就是基本上网络 IG 滑得到里面都有。买了一双 Vans 的帆布鞋，可以借我们看看吗？借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我帮你。是你本来就想要买这双鞋，没有，是刚好看到觉得蛮便宜，刚好看到1000块而已。为什么我刚没逛到？你刚可能 miss 掉了。而且它是 Neighborhood 联名的。Neighborhood 联名哎。哎，你赚到了，我觉得你眼光很棒。刚好是你的尺寸是不是？对，刚好。我只有买慢跑鞋跟袜子。我帮你看一下。哦，差不止20。你刚花多少入手？好像2380。那也是很便宜耶。两双好像5000多而已。对，而且这双我本来就很想买。因为你们两位都蛮会，对，你们两个很会挑哎，很会挑。想请问先生，你是第一次来球鞋市集？对，本来没有想太多哎。然后就不小心买了，手好买了两双，可能就是公司活动在这边，哦，那顺便啊。那你刚刚买了什么？我买了那个 Air Max 球鞋吗？对啊。哦，全白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就跟我老婆买情侣鞋。哦，那你刚刚是花了多少钱入手啊？1500左右。两双吗？哦，那也是蛮划算的。很划算，因为本来就一直很喜欢 Air Max。我觉得这边的感觉就比较街头，会比较适合去做一些穿搭上面的搭配，这样子。哦，也可以，只要挖宝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有抓到一位帅帅的同学，非常亮眼。对，这是第一次来球鞋市集吗？对。那你来之前对球鞋市集有什么印象吗？就还蛮划算的，比外面市价便宜蛮多的。真的啊？原本就是想说先看看，看有没有刚好有特别吸引的，或者有特别低的。那你最后有买吗？有，最后买一双。帮你。又挑发布鞋。哎呦哎呦，这双今天出镜率很高哦。这该不会有2000多块吧？2000多块入手了。对。哎，超划算的，而且你脚很大哎。之前一直都想买一双 Ultra Boost， 然后就价格之前看也没有便宜到这种程度。有些老板就可能有机会可以杀价什么的，然后也都比外面还便宜一点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平常外面看不到的，像一些吵架鞋、撒开什么的。哦，比较稀有的。对，比较稀有的鞋。感谢你。接下来我访问到一对非常可爱的情侣，想问你们是第一次来球鞋市集吗？我是第一次，东西很多。那先生，高中有，高中，其实我印象还留在那个遮雨棚版本的，哦，还不是像我们，那是真的蛮阳春的，比较有规模的感觉，而且现在还有冷气吹，是很爽，可以慢慢逛，慢慢，对，以前的超热，我觉得就是杀价的部分吧，很有感，老板都蛮敢给折扣的，杀essential 几件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嘛，是短袖，essential 的四五 T。借我看一下，所以你们是买情侣衣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
买的价钱大概是多少？2000块。那原本是？原本多少？原本一件给折就是100。哦，那你杀了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2件4000块。2件4000块，那也是很划算，而且是刚还有买福袋。你眼睛真的好厉害。对啊，我刚看到那个福哦。哎、欸，这很可爱、欸，很可爱，对啊，来球鞋市集就是要买这种福袋，对，对，就是外面不会有的，有买又有好看，对对对，这袋才990，这袋990，然后两袋，哇，这太划算了吧，所以有超乎你的预期吗？对对对，哦，好，谢谢你来，感谢你们。謝謝你是台湾人吗？台湾人。你问这什么问题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访问到两位，感觉刚也有大买特买两位帅哥、嗯，想请问你们第一次来球鞋市集吗？没有，上一次有，就是11月吧，去年11月的时候，对啊，有来。先生，哎、欸，我是第一次来，对，跟朋友被他抓来的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我上次来好像不用门票、欸。不用门票，对吧？我是从后门的、欸，逃漏票、欸。我觉得很赞的，我觉得就台湾有这种地方真的蛮赞的，算蛮特别的体验，就是之前也没有看过，就是有其他场合可以同时看到那么多就是限量的鞋款、嗯，就是买家跟卖家算是有同样一个嗜好，然后兴趣，然后可以交流。哦，你讲的很好，对。我把那个选到片头里面。对。我今天买一双 Ambush 鞋档。哦，什么颜色啊？可以借我们打开看一下吗？那是原本就有在看这双吗？对啊。那原本就有看这双，就是刚好，哎、欸，很帅，对啊，这个是比较特别。价格是多少？超跑也有可以卖9200，然后可以折100。我看外面原价好像都要10000多，对，10000多块。有杀价过，杀价、哦、还有杀价，杀价有杀价，杀一点。那你上次有买吗？我上次有买啊。哦，还好你有买，我想说你们门票进来还没买。那这要买？没有，我上次不知道要门票，那时候我们有开放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好，主办单位大家注意一下。对啊，我是买这个，万一就是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他今天登场了好几次，今天访问到超多人都买这个，啊、这个超便宜的，是2000多块吗？对。2380，然后可以折100，还可以折100。对，是看到有个摊位，他就在零码，他说是就是出清，对啊，对，这个很百搭，然后对啊，蛮好穿的，对，这2000多块超便宜耶，必买款式。对啊，这也是原本就是想要看到这款，是看经过然后经过，然后挑一挑就发现真的，而且。这个的价格比奥莱还划算，对啊，真的、哦。因为这种白色其实算实搭，就是一定很快就卖掉，不会到奥莱。而且你刚是抽奖，还有抽到东西，对啊，抽我们的一般奖，对啊。你很幸运哎、欸！我们原本只是想要这个袋子，因为我们只有原本只想要我们袋子，对，因为鞋子这个买这个还没有给鞋盒，没有给鞋带啊。哦，谢谢谢谢谢刚刚在路边抓到了两位看起来丰收大丰收的同学，我在旁边看他们抽到什么。对。他们说这个是福箱，然后一个才2500。对，里面会有鞋子，还有其他东西。固定会有一双鞋，然后看里面有没有配件。对。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今天的战果吗？这是你抽到的，对，都我抽到的。Converse 的 Long Star Hike， 因为这个卖，对，这个应该就超过2500了。这双也是啊，这双是最新的、欸，327耶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重点是它是原组徽。对啊，它是原组徽。对啊。所以你们抽到有超乎你们的预期吗？有啊，我觉得里面的鞋款抽这个也不错、啊。衣服 Neighborhood 的。哎、欸，对啊 ，Neighborhood 哎、欸。那你那下面那双鞋子。哦，一双 New Balance 再加 Neighborhood 的，请问是哪一摊？我等一下要去买。那你们是第一次来球鞋市集？我来三次了，我第一次来，款项很多，然后也可以参考他们那边价值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你三次来都有买东西吗？都有，哇，都有，对对。然后前两次是因为小马有来，哦，对，记得他去年有卖一个很便宜的鞋子，你有来买吗？有，可是我第一次来是没有买到，第二次隔天就是。我大概9:30就来排队、嗯，然后10:30进去，我就直接冲过去那一摊，然后买。哦，对，还好有买到。对，一般鞋店进去就是那家鞋店老板，然后卖什么价格就这样。可是你进来这边可以比对，你像一双熊猫、哦，有些店这家卖8000，可是下一摊可能就7000多、哦，然后有些可能就甚至6000。哦，然后还可以杀价。对对对。有挖宝的乐趣。对，了解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看到他们每个人手上提的袋子，就知道他们买多少了。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划算啊！它里面有些卖的东西也真的蛮实惠，就可以推荐大家多多来，绝对血赚。买两双 GD 耶，一黑一白，你直接包色。你跟他讲原价2万多，黑色的你没刮的，九九成新也要2万多。帮你开箱一下吗？对对。哇，其实买有刮过的，有刮过。白
白色的也是有刮，对，白色也有刮。我没有，我看到必备的 Ultra Boost， 你知道我们有人在卖四五千，但这两千，千多块就直接半价，海底捞约，这是很好看的配色，对，灰色的档，灰色的档。哦，哎，这双也很好看哎，我只买了多少？8000，8000而已，网络上要10000。有，还要买福袋。你有没有抽到什么有趣的？我想问你们，你们原本有预期就来这边一定会花钱吗？当然有啊，有吗？不想花钱的朋友可以来这边看看妹子，看看球鞋就好。看看妹子，你也是买那个？他也是，这个也是2000多块哦。对，但是网络要5000。哦，这个配色很炫。对，这个配色蛮帅的。今天看很多人都说 Outlet 都没卖那么便宜。我们蛮会挖宝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就是其实球鞋市集，就除了很多好看之外，今年还有抽机车，没错，雅马哈最新的 RS Neo， 他本人就在这，你们大家来球鞋市集可以先来看看他，欸，可以抽到车，超爽的。哇，你来这边，你买一堆球鞋，你就可以直接把车，对啊，还带一台车回家，直接装那个球鞋放这边，直接骑走。真的，而且他看这个车厢容量，感觉也不错。对啊，逛球鞋还可以买，还可以抽车，真的爽的事。好，那影片最后呢，我们也特别留了一个赠奖双 Nike Dunk 来送给大家，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说我想要来酷球鞋市集，就有机会获得这双 Nike Dunk。太爽了！那我们下次欧鞋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